为了推广鱼池、埔里、国姓、仁爱四乡镇的农产，鱼池乡公所在九族文化村办理四乡镇联盟展售会，不但邀请许多优质的摊商前来摆摊，也贩售四乡镇相当优质的在地优质农产，希望就这样的方式来推广四乡镇的高品质农特产品。这一次的市集就是四乡镇结盟之后的第二次，我们就是除了鱼池的三宝加一咖之外，再加上国姓、仁爱、埔里的巧克力。那这次的话，我们最近的话天气一直都很不好。那可是这次很幸运的，我们是在我们的活动当天的话，刚好就是迎到非常好的天气。四乡镇结盟加巧克力，欢迎大家来鱼池乡游玩。县议员王秋竹也表示，相当感谢公所办理活动的用心。地方的农产都需要行销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能够协助地方行销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。我们四乡镇的联盟哈、今天由我们的鱼池乡公所来跟我们九族文化村哈、来这里来接洽哈、在我们的九族文化村的樱花大道旁哈、来这边来展示我们四乡镇的农特产啊。因为这几天的连假哈、所以游客也蛮多的啊，所以趁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展示哈、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四乡镇的农特产啊。也欢迎到大家来这边来游玩。能够把我们的农特产来把它带回去，相信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不但能够让游客看见在地优质农产，也可以增加产品的曝光度，让更多人认识四乡镇的农产。记者邱平义，鱼池采访报道。